摄像用手塞安不安全了？没事，还有气缸呢。你不用手塞进去吧？就这样，你随便塞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不明白，你咋吹？咋吹？咋吹了？要小一点吗？你的料太小了，没时间折。我还有，那还有，可以折。那个旋刀速度还可以快一点就行。你需要停机条吗？不用，这里。那你说那个触摸笔呢？速度都是变笔的，太小了。土耳其那个是有粉，什么原因？啊，这个是没找不到金属，一摸打出手上一手粉。我这个你不会一点粉都没有。这个机器一个小时产量多少？40到60公斤。六十公斤。这个能截哪些材料 ？CPP、PE。这个是 PE 的。PE 的。对。这个不是 CPP 里写的。CPP 是后面的。